这些明星的名字美不可言，第七位光是姓氏就赢了。浩如烟海的娱乐圈名人，拥有好听名字的有很多，今天就分享下小编所认为的最好听的几个名字。最后一位美的梦幻，光是姓氏就赢了。第一位排名不分先后，胡冰卿，最近出演独孤天下，屈自古诗之梦凝冰清之意，冰清月染为戏清。名字最好听的七位女星，第二位谭松韵，樊子韵松竹，远黄绕篱落。名字最好听的七位女星，第三位刘惜君的名字清雅又饱含深意，寓意珍惜你，不识君花容，谁为又寄容，愿君共担天下罪，惜君常伴暮暮情。名字最好听的七位女星，第四位郁可唯，由于可唯的谐音，唯一又带珍贵的含义，配上玉同音的姓，非常美的名字。名字最好听的七位女星，第五位张静初，风不定人出镜，明日落红应满镜。名字最好听的七位女星，第六位江疏影，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名字最好听的七位女星，第七位东方文音，《红楼梦》中探春的饰演者，电视剧中是很美的存在。西湖梦柳浪文音，总有八仙里路芳草鲜花。东方充满韵味的一个姓氏，可以说他有这么一个姓就赢了。其实赵丽颖的名字还是很好听的，女孩的婉约苗条，很美的意境。虽然没有古诗词里的根据，但小编也做上两句：树影繁花绿婆娑，和风丽影入春深，不知大家以为如何。最新敌英美国监狱探子凶多吉少，警方爆出惊人罪证，这次李昌钰也束手无策，夫妇都哭了。最新消息，狄英儿子完蛋了，手枪也搜出来了，还有1600发子弹。狄英孙鹏傻了，神仙也难救他，狄英监狱探子泪崩。殿下涨价 IP， 王定宇这次又不要脸的拿出马政府出来救援了，理由瞎报，网友看不下去纷纷炮轰。美权威打脸狄英，钱白花了，王牌天价律师身份被起底，狄英恐成其口中肥羊。4月5日清明节，这几个生肖钞票夺得数不清，买彩票中头奖。台湾灵魂人物突然投奔大陆，蔡政府惊慌失措。中国的这一拳打得美国有点痛。国内最新油价预测，4月5日至11日。高铁出轨，德国一次性丢掉600亿，安全性第一。英国，幸好我的是中国制造。全世界最大骗子去世，留下14万个比特币，徒子徒孙还在骗。曝光，乌统区部主席泡夜店又吸毒被捕，他嚣张欺负马华，逼让楚敦拉萨国席给他上阵，终于报应到完完了。菩萨诞辰开始，这几个生肖横财大发，一定要去买彩票。